你若是想要念休，唔免来遮，直接去灵堂就用的。我应该蝴蝶欠恁的迄套翡翠首饰买转来。尤总裁，请你确定一下，是不是甲原本的迄套同款？前两天，蝴蝶阁为着这套翡翠首饰，刚在遐玩来玩去，啊，这物件是转来啦，也不过人煞无去啊。蝴蝶已经走了。这套翡翠首饰买行还是不买行，已经不重要，你拿去啦。但不过这对我来讲真重要，因为只有安尼，蝴蝶才能得到自由，敢是？因为这是蝴蝶最后的愿望，希望你能收到转去。既然这是你的愿望。我知道我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有点很超过，也不过我是希望你能心转稳。啊，陈中尊，哪会在这时阵对少华提出这个要求呢？陈东俊，你真正受超过啊！蝴蝶才拄过新娘，少华晚娘，敢讲你嘛知影？你竟然好意思伫这个时阵提出要求，爱签你离婚？拄则我嘛已经讲啊，我知影足超过。啊，不过这是我即马唯一的请求啊。所以少华，该当拜托你，你敢会当伫这顶面签名？你靠站站咩？之前少华无结婚，后你去甲蝴蝶休息。伊阁甲你安慰呢，你竟然好意思来到遮，伫个空嘴抹牙，你敢还阁是人？对哦，我唔是人，就是我无够好，无好好保护蝴蝶，唔才误到最后，害蝴蝶无命。遐唔过，我是真心爱蝴蝶，蝴蝶嘛同款啊。甚至我拢愿意为着阮的囡仔，重新做人啊。遐唔过，还是有人唔肯帮阮煞蝴蝶。在生的时阵，我袂赴娶伊。啊，不过至少，恁让我娶伊的香火啊！少华，我求你好不好？你赶紧签名，跟蝴蝶离婚，成全阮最后的愿望，好不好？陈东俊，你对蝴蝶的心意，我拢有感受到，嘛替恁感觉足遗憾的。啊，不过我敢会当拜托你，少体谅一下少华即卖心情。我知影我安尼做对少华真正足超过，要不过蝴蝶巴肚内底有我的囡仔，我至少嘛要给因母仔一个名分。安尼，因伫另外一个世界嘛袂互人看袂起啊，对无？少华，拜托你啦！我求你好不好？啊，我求你啦！妈，你少怀，是的，是我无甲东俊教好。害你受苦啊！阿姨，真正甲你赔罪。
暗过，干嘛要请你带点？当真一时做有诚心，要传蝴蝶香火，得宣传以后。阿哥啊，顶摆安尼啦，你起来啦，有啥物要起来？豆豆参详啊，来啦。来，仙姑阿姨，先起来。为着蝴蝶，为着宝宝，我爱千里。多谢你，少华，多谢你。少华，真的多谢你。等我请问你，你就是陈太太啊？安尼，你的宝宝就无名无姓，袂伫遐互人欺负啊！我嘛会想搁较济莲花元宝，互你甲宝宝伫遐无烦恼。怎体会人生繁华，是转眼云烟。你少年就在阮身边，我的手会牵你头前。有时拄着蝴蝶，你有看到吗？少华的应该离婚协议书签好啊。还有我某个结婚证书咋来啊？咱总算能结婚啊！虽然讲咱即摆已经阴阳两隔啊，啊不过我也是要甲你娶入门。阮爸妈拢已经答应啊，所以从今以后啊，你都安心做我太太。再，蝴蝶，我的水母。新婚快乐！蝴蝶，我今仔日开始，你就是陈东俊的太太，我就是见证人。我相信，你一定是一个好机灵的好王仔，所以，就算你一个人，先带宝宝先过去那边。你嘛一定爱幸福，知不？天光暗暝，慢慢变成惯性，有你的气味，是我上水的安慰。草海，多谢你。蝴蝶讲的无唔对，你确实是一个好人。其实昨暝我有梦到蝴蝶，又甲我讲啦。虽然讲恁两人的婚姻唔是讲足幸福的，啊不过你确实是对伊足好的，伊嘛是感谢你对伊付出遮尔济。伊嘛有讲，爱我代替伊向你分析的。因为我甲伊做过对不起你的代志，真正是嘞。少华，听点名哦，江总裁甲我来个蝴蝶点名啊。这是干啥？无欢迎外人，出去。虽然讲我叫阿姨挂嘴。啊！不过我游完姓姜，身骨顶头的嘛是姜家的血。我再讲啦，蝴蝶叫我大伯这么侪年，我今仔来甲念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你是凭啥讲我是外人？
你是专门用姜家人的身份来害姜家的人，参像你这种妖兽白骨的人，讲你是我了，算是客气了。哎呦，你刚在溪边啊，家家这么可怜，哭到呢，目屎流，目屎滴，啊，这嘛是安怎？顺爸的无滴，你看到我的气牙牙，要甲拆掉落帮，我怎么提气你啊？难道袂离言？平常你以为也是我姜开阳的宝，你是我讲真真的啊？安怎？讲你是妖兽白骨的人，是对台无真真啊？你带这杀人凶手来要创啥？你是唔通甘回无天呢？先卖讲哦，温环宇甲吴杰合作关系啊，咱就讲哦，蝴蝶啦，你瞧你挂出去呢？我来替伊啊，念一个香哦，表示关心者，有啥唔对？恁讲话啥？杀人凶手哦，敢袂受过超过？是谁杀你无？到底谁杀你无内幕？你在自私自利，你会无一个死丫头？为着达成家己的目的，害死蝴蝶，我今仔日若是无甲你拍死，我要对气啊！你，若不是你哦，蝴蝶就会当幸福过日子啊！你这个老妖怪，我要你赔命！死人啦！我跟你讲啊，你那无进无故哦，安尼甲我拍算，我是会当告你哦。掉去啦！这个人，你好人人这个后生安尼欺下同心，你唔惊我甲告下去有连关哦？要告你做你告啦，有这老气啊！想叫你家己要管哪介绍金来，只你安尼讨袂听，安怎？你若准讲，你安尼假神假道来甲蝴蝶念香，就要暗藏事实，啊？就要甲代志撒到你里面？恁这人足奇怪呢，一直讲我是害死蝴蝶凶手，证据提出来啊！完了，恁外面问来是？我捌看过一本册，讲迄变态杀人凶手会去挑衅受害者，看到因惊吓、生气的表情来满足伊变态成就感。江道行，这讲的就是你对吧？林子炫，我跟你警告，不能乱吃，我也是袂当乱讲。阿来无，我是会当跟你。你就是专门欺负查某人的变态杀人凶手啦！你这动工的我，你个蝴蝶还是够干的了友？那你的恩人，搞安全套的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要你把蝴蝶砍头削碎，给我砍头！我是无辜的，你袂当来对待我。你若是无辜，十大通缉要犯就是天使啊！主人，你干嘛把手机给关下来？还要我袂乱来信？你讲啥？我哪一句都听无啊？是啊，我只有看到一只恶鬼向阿蝶头壳砍头。是你家己要来讨赔痛，是会当怪啥啦？江道行，你退休无我这么重视啊？我是来替你行道啦，替你消业障，你应该感激我这条。你唔那爱感恩，我爱偷笑啊！家在先门，唔是提东主流甲你破。无你妖魔鬼怪的怪形都现出来了啦！